红豪第二下补射，他也没办法了。门将没做出最佳的选择，所以他付出了最昂贵的学费。AC 米兰打入了第二个进球，将比分改写为2-0。目前的进展可以说是相当不错，你可以感受到他们越来越有信心。啊，向前狂奔，前面有空当，徐东富十拿九稳，甚至十拿十稳了。也许这个过程太过轻松了。 简直易如反掌，他们又进一球，冷静、沉着、自信，无可挑剔的进球，太聪明了，晃过了门将。打入三球而一球未丢，真是摧枯拉朽一般。他们目前已经牢牢地掌控了局面，而对方的防线将承受进一步的考验。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发起反击。 巧妙的传球，有队友支援吗？不用，他说：“齐多夫，一脚劲射，但是被门将拒之门外。”球直接传到了门将脚下。尤素法穆科科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这是一次漂亮的防守。 上半场比赛结束了，这似乎成了练习赛，看起来太过轻松。虽然比赛时间才刚刚过去一半，但下半时的局面恐怕很难有太大变化。接下来双方要开始下半场45分钟的较量。又一次成功的防守，科埃尔南德斯。 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。这一犹豫，机会就没了。塔福、安德烈皮尔洛快速向门前推进。塔卡、科埃尔南德斯，打门！守门员化险为夷。现在皮球无人看管。 内文佩雷斯，他们在对方后场进行着积极的拼抢。形成了一对一，现在他的前面一马平川，好机会。哎呀，好像就乐于通过这种身体的对抗来解决问题啊！想法不错，可惜没能实现。圣地亚哥拉莫斯。 纳迪耶姆·阿米里拼命跑向球的落点，阿德耶米、雅各、克雷尔、阿米里。这是一次激烈的身体对抗。比赛时间过了一小时，起球传中，这下大脚解围了。 这下看着可真疼啊！科埃尔南德斯，发现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。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应该起脚了。AC 米兰凭着冒险的一铲逃过一劫，漂亮！这本来有可能成为一粒进球。 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好漂亮！起脚射门，球现在是他尝试打门，真是万万没想到啊！这种干净利落的快攻通常都很有威胁，如果最后的打门再合理一些，这很有可能成为一次经典的快速反击。
Sostituzione per il Milan. 替补席有动作，应该是要换人了。Numero 20, Sedorf. Numero 5, Amili. Lasciano il campo per il numero 9, Nicolas Gonzalez. Numero 32. 进行了几次快速的短传配合。Cambio di giocatori. 托纳利，那么重新夺回了球权。成功断下皮球，桑德罗·托纳利，保罗·马尔蒂尼，哎，你仿佛可以听到教练席上的一声叹息啊。马克斯迈尔，帕卡有机会打反击，双方你来我往，一方全力进攻，一方毫不退让，防线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，多人同时围堵，给对手造成了巨大的压力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，这个带球很漂亮，看看会做出如何的选择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这是要传给空气吗？马克斯迈尔，门将的球。一次威胁，奥里奥尔布斯克斯，皮尔洛，托纳利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裁判看了一下表，吹响了他的哨。AC 米兰今天势不可挡，不但掌控了比赛，而且毫不手下留情，轻松取胜。蔡指导，你觉得比赛中给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这显然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比拼，正如比赛过程中所体现的，两支球队的实力存在。
Se ruega a nuestros espectadores que depositen sus desperdicios en las papeleras que hay instaladas en varios puntos del estadio.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直播，很高兴在这里与大家共同观看这场比赛。正如各位所见，体育场里热闹非凡，无论是哪一边的死忠球迷，无疑都会见证一场精彩纷呈的比赛。看台上喧嚣异常，各式衣着和旗帜织成了一片五颜六色的海洋，即使是最冷静的球迷也会被这个景象所触动啊，变得激情四射。一眼望去，到处都是身穿红蓝球衣的球迷，他们嘹亮的歌声中充满自豪。这里就是加泰罗尼亚的首府，最难对付的球队之一巴塞罗那的主场。哈维，防线脑洞大开，哦不对，漏洞大开，需要一记精准的传球。克劳德马克莱莱将球断下，这一下过得漂亮。防守就得这样快准狠啊！这是一次关键的断球。罗纳尔迪尼奥，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成功断下皮球，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卡卡，这下化解了险情，机会怎么样？一脚劲射，但是被门将拒之门外。门将做出了超乎常人的反应，泰奥阿尔南德斯肯定以为自己能摆脱门将，显然他判断错了。成功解围， AC 米兰在发球后发起了快速反击，反击要来了，这是一次成功的防守，他夺回了球权，往前传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一个舌尖上的抢断，哎，我为什么要用舌尖呢？试图直塞，罗纳尔迪尼奥，他们夺回球权，重新组织进攻。他选择打门，他表演了一记神扑。实话实说，面对这种级别的门将，射门必须要更刁钻一些才行。范尼斯特鲁伊。发起反击，克鲁伊夫绝不想输给对手，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球。巴塞罗那正在要角球，裁判同意了。突然出现了反击的机会，角球既是机会，也可能蕴藏危机啊。雷茨卡几下一次出球，克鲁伊夫，他能完成射门吗？双方你来我往，一方全力进攻，一方毫不退让。这次进攻还不错，不过他身边人太多，很难有什么作为。想要穿透防线，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格雷斯卡
分到右侧，拉斐尔莱昂有机会打反击，特奥埃尔南德斯，里杰卡尔德，本来选择很多的，却白白浪费了这么好的机会，不应该呀、啊。哎，他肯定对这个球不满意啊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哈维，漂亮的直塞球，他成功的将球破坏。抢断成功，这次正中他的下怀，好机会，他看到了空当，穿透了防线，能否把握住机会？这下看谁能，这下糟了，这次抢断非常关键，球出了边线，很聪明的跑位，特奥埃尔南德斯发现自己越位了，这下让他倒在了地上。王牌对王牌，我们期待他们之间的精彩较量。他看到了队友的跑位，托马斯穆勒，门将表现非常给力。门将精准的扑救化险为夷，托马斯穆勒造就了一次精彩的扑救，射门质量很高，他很清楚门将的位置。他将球清了出来，巴塞罗那快速发起了反击，就很快来到了另一边的半场，已经马上快开，他会射门吗？巴塞罗那在中场附近的防守可以说是无懈可击，经常能够从容地夺回球权。快攻的好机会，里杰卡尔德带球向前，看看能不能好好利用这一个空档。啊，犯规了，可能会判点球。啊，裁判判定是在禁区外发生的。哈。裁判就之前的犯规出示了一张黄牌。这就是权宜之计了，他们的防守太过于薄弱，出现了漏洞，不得不犯规阻止对手，实在是没办法。范尼斯特鲁伊排除了险情，谁都有可能得到球。Dos minutos de descuento。一记直塞球，球被对方拦截，无功而返。卡福，这是中场休息的哨啊！虽然表现出了进攻欲望，但是两支球队都没能破门，这场比赛的走向确实让人难以预测。Se ruega al propietario de una furgoneta gris con matrícula capicúa que acuda urgentemente al aparcamiento.接下来双方要开始下半场45分钟的较量。前45分钟的赛况并不像我们所预期的，尽管双方都很努力，但临门一脚总是差一点，这时候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改变比赛的态势。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什么？在门将已经毫无办法的情况下，居然打丢了。AC 米兰这次漂亮的快速反击，让对手不得不提高警惕。他们的踢法相当明确。皮尔洛，
罗纳尔迪尼奥，球被抢了，好机会，尝试打一脚，球打进了，场上的平衡终于打破了，进得漂亮，一记精准的打门，这才叫射门，直飞死角，他本能的知道球该往哪里踢，毫不犹豫，一记漂亮的射门。AC 米兰取得领先，1-0。虽然不知道中场休息的时候主教练在更衣室里说了什么，但显然十分奏效。这脚法真没得说，进攻很坚决，不过防守也同样的坚决。何塞·西梅尼斯展现出了非凡的决心，他的防守密不透风，想要防住他根本不可能啊！皮尔罗，最后一道防线了，有惊无险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现在应该迅速由守转攻，密不透风的防守啊！有传门将重新组织进攻，门将大脚长传，漂亮，他的预判非常准确。很好的保卫，看看队友能不能发现。很难在对抗中占到便宜， AC 米兰自己挖的坑又被自己救了出来。这个铲球值得称赞，但也显示了他们防守的脆弱性。这下处理不够果断，这样的机会并不会很多，没能把握住，非常可惜。塔卡，这是个快攻的机会。罗纳尔迪尼奥，他获得了射门的空间。他抬脚射门，他绝不会浪费机会，这个球可以让他们安心了。防守反击精准利落，射门不可阻挡，反击和射门都很赞，断球之后展现出来的传球速度最值得称道。Cambio de jugadores en el Barcelona. El dorsal 11. 这个时候场上出现了人员调整。AC 米兰已经两球领先，对他们而言，比赛将变得轻松很多。在1-0的时候，比赛的形势仍然相对的均衡。那现在比分差距扩大到了两球，球员的心态一定会受到更大的影响。一方的取胜信念更加强，而另一方对失利的担忧则越发的严重。快速向门前推进，拉斐尔莱昂，这个断球干净利落。前面的进攻组织很流畅，但最后处理有点犹豫，这一犹豫机会就没了。前面有队友在跑位，这个越位被发现了。Cambio de jugadores en el Barcelona. El dorsal 15. Xavi. Será reemplazado por el dorsal 17. Se va a realizar un cambio. 对方显然没有找到正确的传球节奏啊。
送出直塞，卡卡，前面有空当。抛开结果不说，看到有球员这么冲击防线，真让人幸灾乐祸啊！根本不可能啊！这球没办法，禁区里已经站满了人，很难打穿。大卫贝克汉姆通过拼抢夺回了球权，好机会！哇，关键时刻上演精彩扑救。巴西反击，他们很快将球抢了回来。一次不错的反击，本来有很好的机会，但是最后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。这次抢断的跑位非常合理，卡卡，桑德罗·托纳利把球抢了回来，反击的时候可不应该这么打，浪费这样的机会太可惜。啊，犯规了，给了个任意球。一次很漂亮的防守，及时阻止了对方转身。大卫贝克汉姆传球，他仿佛在跟对手说，兄弟，到此为止吧。迪杰卡尔德，据孔子的《论语》记载，烂的传球不如不传。有很好的传球机会，精准的传球，一次犀利的防守。克劳德·马克莱莱，阿兰德，贝克汉姆。Habrá tres minutos de descuento。第四官员举牌示意补时至少三分钟。再传回中路，卡卡。卡福，好机会，纵身跃起，关键的封堵太厉害了。菲利波·因扎吉的处理其实并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门将太神勇。